从喀拉吃出发，预计前往拉合尔的客运火车被烧得焦黑，只剩下骨架，内部也是一片狼藉。目前起火原因还没有厘清，不过铁路设施不完善是巴基斯坦火车经常发生意外的主要原因，加上有很多乘客会忽视铁路安全规定，喜欢在火车上直接烹饪做饭，恐怕这个也是造成起火的原因之一。